好了。猪猪快看，不爱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我妈妈的笑脸。好，很好。猪猪，你说我送这个给妈妈做生日礼物，她会喜欢吗？新鲜水果到了。哎，不爱，一天一苹果，好吃不上火。庞克，这是不爱给妈妈的生日礼物。对不起，不爱，要不我们再帮你画一幅吧。算了，我知道我画的不好，去年也是送的这个，只是今年我都不知道要送什么了。不爱，我听大人说送包永远没有错，你不如送包给你妈妈吧。包？什么包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就是豆沙包、奶油包、巧克力包，我们多做几个就是了。拜托，庞克，你别闹了，想想正经的。妈妈照顾我很辛苦，我就想为她做点什么。妈妈一笑无比美妙。对了，我妈妈每年生日都会给我做水果蛋糕，我们也一起做个水果蛋糕给金菊阿姨吧。这个主意是好，可是我不会做呀。不用担心，我们来帮你。猪猪，我们真的能做出蛋糕吗？放心，我妈妈做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看着，早就记住了，一点都不难。那还等什么，开始吧。首先我们需要量杯、搅拌棒，还有面粉和盆。拿起果瓢，当当当，蛋糕轻松做起来。不烧面粉是基础，这个一点都不难。三烧四打均匀拌，实在简简又淡淡。再来鸡蛋又够用，炒炒看才好香。最后加点那颗糖，八颗牙齿晒太阳。我的爱心，我们的爱心，这就是最美味的记忆。猪猪，你确定你妈妈每次给你吃的就是这种蛋糕？我看我妈妈做蛋糕特别容易，没想到做起来会这么难。没关系，蛋糕长得好不好不要紧，只要好吃就行。这里正好有一小块，我就先尝尝味道。味道怎么样？你在说什么味道？儿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做了个蛋糕送给你，祝亲爱的妈妈生日快乐。这都是你做的？我做了一下午，就是样子有点难看。
真好吃，这个蛋糕味道很特别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吃过最特别的蛋糕了。奇怪，那蛋糕黑乎乎的，明明吃着非常难吃，还咸咸的。我爱妈妈怎么说好吃呢？那是因为这蛋糕里加了特别的秘方。秘方？什么秘方？就是博爱对妈妈的爱啊。博爱妈妈感受到孩子的爱，肯定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。哦，怪不得。不过猪猪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秘方的？因为我也曾经吃到过。猪猪，先吃点蔬菜，一会儿还有蛋糕。猪猪，快来！多吃点儿，我的那块蛋糕也给你吃。蛋糕呢？妈妈，爸爸，猪猪，你怎么哭了？做梦了？我梦到爸爸妈妈了，我想回家。别着急，猪猪，我来想办法，一定让你回到动物王国，回到无忧镇。小小秘密，只想说给你听。我要采下水果颜色，花变了四季。草莓染上春天的云，芒果加布丁，西瓜涂满红色墙壁，夏天甜甜地。我有一个小小心愿，就要说给你听。我要收藏全部甜蜜，打扮齐心心，奶糖配着北极星，巧克力在南极，奶油蛋糕挂满天空，看得天。是平凡的自己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就是快乐的自己，小不点也会长大，成为了不起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就是阳光的种子。